大家好，我叫陈慈辉，我是浪琴表第二届的冠军，然后现在就读善化高中三年级。连续参加两次国内选拔才圆梦，2010年陈慈辉千里迢迢飞到巴黎，却因为太紧张表现失常，首轮饮恨吞败，泪洒红土。不过也因为当时的挫败，让慈辉找到心中的王者霸气，自信面对人生各种挑战，可以学到很多，然后也看到会让我更想要去打球，然后更想要去学习，然后往上达到另外一个层级这样。除了网球，陈慈辉也没放弃从小就热爱的舞蹈，现在还是学校热舞社的副社长，未来如果有机会更不排斥往荧光幕前发展哦。可能会去参加就是舞团吧之类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或是有时间的话，因为我不希望我只会打网球而已，就是除了打拿掉网球我什么都不会，所以我也希望自己有很多不同的就是活动或是才艺。从浪琴专属打造的网球舞台出发，让陈慈辉跟同年龄的女生比起来更为成熟。即将结束高中生活的她，未来不限于网球之路，而是追求自己想要的未来，多元化的发光发热。国立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